好，这个曲子《Jack and the Beanstalk》，要注意几个点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我们的第一排这个地方是在原位，中央 C 这个地方，rest。那是我们来看一下哈，到第二排的时候，上面写 both hands want to higher，两只手都得一高八度，所以我们的右手从中央 C 移到了高音部分的 C，也就是说我们在中央 C 的地方移到。右手高八度，那同样的，它不光是右手是 both hands，左手也是一样的。左手在中央 C 下面的那个 G，移到上面的这个 G，所以两手都一高八度，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。那这个两手一高八度一直要保持到我们第二页的第一排完。好，第二页的第二排是什么呢？Both hands two octaves higher，两只手。要两个八度了，所以原位是 middle C，中央 C，所以两个八度啊，第一个八度，然后第二个八度，就是我们的最上面我们叫做 high C，比 middle C 比中央 C 再高两个八度，同时左手也是一样的，本来是在中央 C 下面的这个 G，然后高一个八度了以后，再高两个八度。所以也就是说，比前面的位置再高一个八度，那加起来一共是两个八度了。好，现在我们说一下最后一个最难的地方，它这个会比较，就和我们平弹曲子不太一样了，因为它最多是它主要是让我们觉得好玩一点点。是怎么样弹的呢？弹 C D E F G 五个音哦，五个音。所以我们看两个八度已经完了，所以这个它是在，我们叫做什么呢？Treble C，比中央 C 高八度的一个地方，就也就是说在这儿来。好，中央 C 在这儿哦，中央 C 在这儿，我们弹的是最后一排 C D F G，它这写的右手啊，五个音同时按下去，而且是跳音，还有个点儿 rest，然后左手在下面 rest，再低个八度 rest，再低个八度 C D F G rest，然后最后一个右手三指弹的 lowest C 最低的 C rest。好，我们再示范一下这个哦。才是这个 C 是在中央 C 上面这个高八度这个 C，rest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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r